县六角乡在政府加速农村经济建设的措施下，成立养蚕示范区，经过短期的辅导和参加农户的热心经营，已经获得了预期的效果。县长陈家雄为了了解这一期养蚕情况，今天访问了几家农户，参观他们的养蚕作业。农户表示，由于这几天天气寒冷，蚕的成长稍微受到影响，但一般情形都很好。示范养蚕区农户估计，这一期的收益相比以前可以增加20%。